A roadmap to saving the world from the worst climate issues, but it comes with a massive warning. It is now or never. 如果我跟你说，你也可以拯救世界，你相信吗？新加坡是全世界用空调最多的国家之一，但是拥有了它，就会减少你对空调的依赖。自从装上了它，我已经很少开空调了。加上它是太阳能操作。既环保又省电，它就是 RENSON Solar Zipblinds， 设计简约，美观大方，一次性的解决了遮阳、防飞蚊和挡风的问题。而且不同于传统的电动卷帘，完全不需要电线操作。RENSON Solar Zipblinds 需要的只是太阳能，让你不但能省电，家居更简约美观。它还能设置为全自动模式，设定过一次后就不必再操心了。另一方面还可以确保舒适宜人的室内气温，还能将刺眼的阳光阻隔在外，因而在你外出期间室内温度也能得以控制。地球暖化的速度每年都在提升，让我们一起来和 MC.2 减少对环境进一步的损害。